热炒店走跳那么多年，这个拿出去会被笑。哎，你输了。中国姐啊，他没讲啊，怎么我输了？不过这一集爆走中，爆厨艺，然后是他走。这是他们等一下要带的，他们只要触犯到你写的一些条件，他们就要喝一杯。我先写熊熊的好了，我跟他比较熟，然后而且我大概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。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这个是我100%觉得他一定会中。然后讲脏话，他就是只要一不小心，他就会说，这也会中，胸部应该也会中。Fred 的话就比较简单了，只要提到黄色笑话。我跟你讲，这绝对，他只要开一个黄色梗就中，他只要提到任何 Rico 的事情就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所有的 YouTube 都知道 Rico 做菜比你好吃。他如果要这样自恋，然后他这样波刘海，对，波刘海，自恋波刘海就中， okay, 好不好？ Okay. 我看他真的就只有这一招了，自恋波头发， OK， 好了，好，好的，我们马上欢迎我们的大来宾。林国珍，耶！你也太大声了吧！爸爸不行，那句是爸爸的，请你离开。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。变大，你说奶吗？年纪啦，哦，合理吧？我今天到底要来干嘛？我们刚前面 Fred 教我做的这道炒泡面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用心，这个第一个用心是啊。哦，人真的炒泡面第一次就献给你，奉献给你。我觉得你真的要改变你的形象，你不能第一次做菜就做出一些会让你令人有遐想的一些菜色。哎呀，上面都白白的，对，怪怪的，白白的。它上面又卷卷的，又 QQ 的，对。今天要吃东西之前一定要配一些饮料，对。但今天我来的目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带饮料？那你要带什么？那你只带你的人？我要带酒。哦。我要让有点酒精的氛围。在这种就是气氛之下，催化很久没见，然后老朋友，然后这样哎，好好的就是一边吃东西，然后一边吐这样。现在呢，就是上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跟制作单位说准备啤酒，是啤酒啊，他是准备 whisky 是不是？哎，啤酒没有人家什么一口下的好不好？这没有哎，热炒店走跳那么多年。这个拿出就会被笑，而且我们的笑杯还特别的小，你有发现吗？对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是配合 Fred， 因为 Fred 是一杯倒，我酒量不好啊。我们先让 Fred 介绍一下说这个炒泡面，然后介绍完之后，因为这种烂东西还需要介绍？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我抓紧他做的。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是外面买的，我们自己砍锡的，你明白吗？听起来好恶心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道菜其实炒泡面最重要的就是香气，所以我们用猪油，我们自己炼的猪油，炼完之后呢，再把蛋炒香，然后那个起司酱真的是手把手自己做的。哎，目前闻起来这三种材料就有三种味道，因为它这个有那种比较香的味道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炒泡面也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，比较偏。小台式，对啊，然后但这个酱又是美式，嗯，综合感，还有韩式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加泡菜哦。好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很有内涵的炒泡面。那我们现在要吃之前呢，要先做个小游戏。哎，不能被他看到哦！我讲一个公道话，因为你自己也蛮丑的，对，看到也没差，你是所以有点丑。我刚看了一阵子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对，所以你不用怕公平性。哎呦。OK， 哎呦，好不好？哇，好丑！哎，我刚刚在楼下就已经知道他们一定会被看到，所以我就故意用鬼画符的方式。另外，有注音，有注音。另外，可以不用解释。注音是对还是错的？设定的这几个，就是我根本就不用去引导你们，你们自然就会讲出来。Really？ 中！中了 ，really 中了，中了，他讲 really， 他讲 really， 开玩笑，会吓，但我希望你们主持人就是不要去在意说会怕讲到这个地方 ，of course， 因为他就是这么一小杯，好不好？我还是会怕，你要怕的不是他，怕什么？你要怕的是你的菜色好不好吃？哎，他煮的，所以我才拉来啊。你怎么会找他来？什么意思？你要找也找 YouTuber。主菜第一名的那个人来啊？不是他吗？不是，是 Rico， 不是，是 Rico。请你先喝一杯。你很容易，你心中就是一直有 Rico， 不是吗？你就忘记 Rico 会怎么样？
走中奖主菜厨神 Rigo， 恭喜！哇！你不要这么走心啊，真的啦。我已经不走心了。你不走心吗？因为他在我心里面已经是拔不掉的刺。你今天有没有信心拿出的那道炒泡菜？炒泡菜，有没有？哎，请尊重。你给我尊重一下菜色。那等一下就是玩游戏，很简单，最赢的就是吃最多，最输的吃最少，饥饿游戏嘛。对。你找一个有台的节目主持人来玩节目有台的游戏，不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好受益啊，再吃30%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解释，因为我们这个游戏都是因应来宾会做一些修正。我笃定的是，你绝对没玩过了。因为是有台的节目，我真的没玩过，我真的没玩过。那是不是我们要圆梦？圆梦？圆什么梦啊？我们第一题是空结尾，空结尾。啊，从谁开始？天空。悟空。哎、欸，我已经什么事？什么意思？天空悟空万年。有这样子欺负来宾的，有这样欺负来宾的，什么时候开始都没有 Q 的，而且这个空还是他们一开始准备好的呢，准备好他妈空哎，你他妈的哎，那你输一次，输一次了，输一分，因为刚你们已经改了游戏规则，抢答吗？好，抢答就没有谁了，抢答来结结尾什么？结就对，过节，中国节，哎，你输了，中国节啊，他没讲啊，怎么我输了？我这都想害我，你都想害我。你可不可以遵守游戏规则？你可不可以遵守？你可不可以怎么样嘛？你主持人，你不懂游戏规则。你怪我没讲，他就杀输。对啊，你把我的光环都拿走了。你怎么那么笨呢、啊？他他们在讲，就是这样子，你还不会讲？梅西啊，结尾啊，梅西啊，结尾啊。哦，北西算吗？北西算吗？北西算吗？算嘛。我讲白痴、喔、哦，北西算哦，因为我本来以为是那种辱骂性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做给3岁到6岁，你确定？合家观赏，对对对，合家观。那北西算，北西算，对，我们这节目看得出来了，所以对啊，就是要做给那种比较就是幼儿，因为我最近做爸爸，我觉得这个不行，这样因为这太简单了，嗯，我觉得至少要讲一句话。哦、啊，对，你再出一题，第一次遇到一直改游戏规则，举手讲，举手讲，没有，不举手讲的话，后面就好 ，OK， 举手讲。那后面怎样？后面就有思考时间了。对，一开头的句子，异常往来的，是要举手的。哦，对对。你先，你举手，你举手。一开始来宾就抢答错误，他先举手，我还没讲啊，3、2，开始的先 go。什么？可是一开始就重复。我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错，我错。那两个 PK 哦。哦。现在我发现这个游戏有 bug。怎样？就是说第一名的会吃最大碗，只是我不想吃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你确定这是奖励吗？我来发现说我要那么强吗？还是改成？第一名是这个，好，第一名选，第一名选，尖开头，他真的比较快，对啊，比较快。尖石乡都是露营区，哎，这个很有 sense 哎，他蛮有 sense， 那我想听你的，你是什么？坚果很好吃，好看 ，sense 拉出来了，哎，3到6岁可以看的，对，而且不是，坚果好吃，没有，这可以讲说，因为他都做美食的，然后。我都是做那个露营野外露营的东西，来煎，来煎乳食，煎乳食，乳食是什么地方啊？是中乳食，不是煎乳食。而且他刚刚讲的乳，乳是哪个地方？不是要跟我很搭吗？对。为什么跟你很搭？乳啊，那就有了，那就要叫他喝了，来吧。不能提到胸部的话题。而且乳食吗？中乳食。好 ，OK， 我冠军了。对，来，我们来选。那你自己选你想要的。我很难。好好选，哎，我很认真做哦。很难选呢，很难选呢，这个啊。哎，我们这个节目到底要美食节目还是整人节目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你吃一口，你等一下就会爱上。好，我选中间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我觉得好吃，又可以再吃嘛。对。不好吃，我就放着这样。OK， 好。那问题来了，那你要选哪一个？
问你来了，我必须说哈，因为有七十分钟冷掉哦，闷的怪呢。没有了，我觉得哈，因为这个食物的东西是艺术，对对，艺术的问题就在于说要让自己也喜欢嘛，创作者要喜欢，他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们是美食节目，不是整人节目啦，真的。有认真做的。第一集我不确定。没有范例可循。等下，那你要帮我们弄得像美食节，不然我们拿出去给别人看，然后人家都以为，哎、欸，你这不是整人节目吗？对啊，我们有认真。老实讲啊，如果它是热的话，刚煮出来的话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有啦，有捧场，哎、欸，是我第一次，哎，不错吧？没有，不是。如果这次爆走，然后爆厨艺，然后是他走，我是退出厨艺界，退出厨艺界，因为这一集是你做的、啊，对不对？